你多好不好？而且你需要给我时间嘛，对不对？这又不是小数目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给你三天的时间，三天之后我得看到钱，要不然你等着，怎么想？走，三天后算账，还钱。三天后，哎，三天之后不等了，三天后。老板，我们的薪水要一起还呢。对啊，我们要薪水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处理。Thank you.